现在由我来介绍演练杨氏泰拳的基本要领和演练的方法，以及步法、身法、手法等注意事项。常言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演练杨氏泰拳的规矩就是按照先师们遗留下来的泰拳食药啊和练习谈。这两篇文章虽然不长，但是意义呢很深。所以我们演练杨氏泰拳的必须遵照啊先师的这理论，我们去演练就能够体现出杨氏泰拳的风格特点。正如人们所说的，杨氏泰拳温文尔雅，落落大方，动作舒展，尽在内涵，形象优美，潇洒自如啊，给人呢一种美的享受啊。现在我呢就按照顺序来介绍一下基本要领，先呢就由头部开始。他第一个呀，就是说虚灵顶劲。按照字义，虚就是空虚的虚，灵是向上领的意思，顶呢就往上顶，劲儿的啊，劲的就是劲儿了啊，就是劲儿。他说啊，他们这个头上头啊是空的，但是要往上领，这意思就是什么？头上是空的，哎，他好像啊头上植物于头上啊，头上顶那个东西。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呢？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就是说哎，你能够呢拿着头啊抬得起来，是你这头正颈直啊，就是说这个头部不低不仰不偏不倚，精神顺，气血畅，精神能够提得起。你比如说现在我站在这儿，如果你做到了虚灵顶劲以后，两目炯炯有神，很精神啊。如果你不是这样，即便你是哎眼皮稍微往下耷拉一点啊，你说你提起精神来，你提起精神没法提起精神，提不起来，你瞪眼也不行啊。你不是稍微耷拉一点瞪眼呢，虽然是瞪着眼了，但是没有神，甚至就提不起神。所以呢，我们必须第一个要注意到这个啊，有往上领的意思，精神能提得起啊，注意到这个。他这个主要解决你头部了，这头部就是说脸呢、啊、这个面孔啊，它包括的什么呢？包括的嘴了。演练过程这个嘴应该注意什么呢？他说了，他这个嘴呀、啊、要注意的，这演练过程似开非开，似闭非闭。这就是说按照我们的习惯来说，这个嘴呀、啊、没有那个哎故意绷着的或者张着的啊，固然是口无鼻息是这样，但在实际演练过程中间的就不是这样了，是吧？你不用在演练过程中间，你不可能一会儿啊吸呀 啊哭啊，哎，你不可能像这样啊一呼一吸啊。实际上呢，你看在座的，你看您那个嘴儿啊也都是哎似好像闭了又好像开，它不是绷也不是那个张啊。所以呢这个嘴啊要求是这样。另外它还有一项叫舌抵上颚，这舌头啊要抵住上颚，但这个抵上颚呀、啊、它也是自然形成的，但是不是啊牵强的硬顶的，不是的，但是你必须呢哎有顶的意思。他注意这一项以后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们演练一趟拳下来呀，一般呢的时候，比如说在半个钟头左右。如果你连续做呢，甚至于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可以。啊，但是呢，在演练过程中间，你演练完了，啊，他这个嘴呀，你做到这个和舌底上颚的时候，他口内呀生津，啊，可以解决你的口干舌燥。如果张到嘴里就不行了。一会儿就行，会形成的口也干了，舌也燥了，哎，你就练不下去了。啊，所以要注意这个口。啊，另外呢，这个鼻子，啊，就呼吸了，呼吸呢就牵这个气了。这个气儿啊，一般的说，看你看不见，摸你也摸不着。可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说呢，都感觉有这个气儿。所以我们今天介绍呢，就根据我们一般演练拳的时候，啊，根据这个情况来做介绍。他说呀，这个气儿啊，哎，分这么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呢，它称之为元气，就是本能的；一个呢是后天之气。本能气儿呢，一般说是原有的，啊。就是刚才说了啊，你摸也不知道，看也看不见，但你有了感觉。他说这个气儿啊，就元气儿，就说你站这儿，比如说你站在这儿，啊，能够做到心平气和，也就这个气儿啊，元气儿啊，就沉在哪儿呢？就沉在这脐下这个部位。后天之气一顺，啊，走的时候呢，哎，很顺。啊，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呢，就是说，一般的时候有一放松以后啊。哎，它就会呈现这种呢，就是非常平稳的这么个情况，啊，但是有的同志说了，这个不是配合动作配合呼吸啊，是这样子的，这个动作配合呼吸啊，这个分别两种情况啊，它这个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做这个单式练法，或者是散打的可以，啊，你又往前推掌，往前击掌。那击掌呢，肯定的，他不能来个吸气儿，用动作朝前的，如果来个吸气儿，这拧呢，你都能往前去。我来个吸气儿，那不可能的。路往下沉，向下沉的意思，那往下说你不能来个吸气儿啊，啊，你必须是呼啊，这想咱再配合起来。你往起提，我要提这个劲儿，是吧？往起提，那提当然是吸的，你不能来个呼啊，你再往上提，我这儿来个呼，他配合不起来。啊，但是呢。你要在这个散打的时候，譬如单式练法的时候，你可以配合起来。但是你连套路的时候，我们说呢，啊，因为套路啊跟散打不太一样，那个时间很短，一刹那之间，好配合。但这个套路啊，是按照顺序，啊，按照这每个式子按照顺序一个接着一个练，它的时间很长。另外，这一个式子跟那个式子有个接续的地方。说你要在这个时候都按照那呼啊吸啊来配合动作呀，这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求在练的过程中间，你自然配合，能够配合多少配合多少，但是不要勉强去配合去，啊就行了，啊所以在练的过程中间，啊这个顺呼自然，啊气沉丹田，呼吸自然就行了。咱这个呼吸啊，一开始就是一般练的时候啊，很可能出现什么呢？啊，因为你不太习惯，你说气沉的丹田呢，它有时候容易往起提气，提气呀、啊，这一提气就容易憋得慌，啊，提到这个胸肌啊，就容易憋，所以要求你沉下去。所以在这做的过程中间呢，时间久了，啊，你适应了，啊，就是先天之气沉稳了，后天之气走着顺了，哎，不但顺。而且有节奏，啊，他慢慢的就有节奏了，啊，就不止这个往里提了，都很有节奏的，一下一下都很有节奏，平平稳稳的，而且呢，他这个有短促而伸长有力，慢慢就有劲儿，啊，这个呢就需要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这个说这个气儿啊，啊，具体做的时候呢，怎么配合，啊，原则上是自然配合就行了。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在这面部里还有两个眼睛，这个眼睛啊一般的呢随着猪手啊变化
的方向，哎，他去，哎，跟着兵。一般的呢，人家也正常民主啊，但是不是固定的啊，往往有的时候呢高，有时候低。你比如斜飞式，它上上走，你当时往上看，你不能一人两眼平视，一般的可以平视。啊，这个有时候往下你排，往下沉，你自然往下沉，不能朝上。啊，所以这个的眼神的时候呢，一定是这样。所以就说，我这手比如在这个右侧，你就往右侧看；这往上边，我就得往上看，是吧？你不能说我这个手往这儿了，我这还是平视的，那不可以，是吧？你比如在这个右斜角这个方向，啊，出手右斜角，叫我看见呢，看它正前方，这也是不行的，它必须跟着动作协调去。所以这个呢，就是面部啊。这个介绍吧，啊，基本是就是这样的。这个集中呢，就是虚名顶进里边就包括这个内容。现在呀，我们要介绍呢，第二个呢就是上肢。上肢呢，它包括的肩、肘、腕、指，啊，所以这个肩的要求呢，它在练拳的过程中间，这两个肩呢都得沉下来。不能纵肩，这个肘呢，它要下垂，你想下垂。这个手腕呢，它要坐起来，啊，这个食指呢，啊，它叫舒指，舒展的舒，也叫伸指。这个里面总的那个意思呢，就是说呀。按照泰拳演练的方法来说，要求放松。他放松啊，首先在这个上肢来说呀，哎，就是一节啊，在这关节来说，啊，这个肩关节必须呢沉下来以后，通过肘关节哎拽住这肩，拽住肩。这个肘这个腕关节呢坐起来以后拽哪儿？哎，拽这个肘。这食指呢？哎，通过每个关节来拽的跟手腕连接起来，所以这个呢，就是通过在练法放松以后啊，使这个什么呢，上肢啊整个连接起来。所以它这里面包括就是沉肩垂肘，坐腕伸直，具体到手上，他这个手啊也有个要求，他的要求就是。掌啊要微微的伸，它指要微微的屈，它指缝啊少离。当然，这拇指它是个特殊了，啊，它这个就是向外撇的，你不可能微离，这就不对了，不是顺乎自然的，啊，不是顺乎自然的，顺乎自然顺乎生理，它这个大拇哥呀，哎，就是少往外撇的，啊，但这四个指头呢，指缝少离，哎，这种它这掌啊。做完立掌以后呢，这个手的形状来说，基本上这种手型。你看这个手型是不是要顺一些呢？啊，如果是这样，啊，如果是并住它，啊，这不太好，是吧？不得劲儿，炸开呢也不好，耷拉下来不行，硬挺也不行。啊，相对的来说，就是这个手型出去比较合适。也比较好，啊，在这个泰拳里边呢，拳就在两个手上，啊，咱从这个形状来说呢，不仅仅是掌的，另外还有拳头了，是吧？另外还有吊手了，哎，另外还有用脚的，拳主要在手上，啊，在这个手呢，如果你这个手的形状是这样的话。它这个坐起来的时候，用的时候比较方便。你比如说啊，你像这个手啊，在这个击掌的时候，啊，你看击掌的时候，比如我是手，为什么这样比是不是合适呢？你看我击掌的时候，比如对方那个我击掌，我推他，我推他的时候，你看这个掌我给他的时候呢，哎，比较合适，是吧？还有一个，你看对方过来我踩他的时候，我比如我这个踩，你看。他的形状也是这种的，这么过来的踩，在这儿走他也是呢，就这种踩的形状。
路往列车往上走，搁这走，你也这种形状；路往下列的话，下走的，它也是这个形状。这用起来都比较方便，也好看，也顺。上纸完了以后，他就介绍这个驱赶。这个驱赶在这个基本要领里边，它包括含胸、拔背、松腰、松垮，以腰为主，啊，这几个内容。对这个含胸来说，这个胸寒呢，啊，顾名思义，寒就不是挺。但是这个寒呢，它要求内寒自寒，很自然的这种含胸，要区别于什么呢？有意识的弯腰。啊，不是有的练成弓腰驼背吗？那就错了。啊，它是自然寒，区别于挺，也区别于有意识的弯。这个得需要注意。另外，他说能够含胸，就能够拔背；能够拔背，他是气贴背，啊，这力也就有激发。啊，但他这个呀，说这个含胸拔背呀，必须跟那什么呢，松腰松垮结合起来。他这个做法嘛是这样，啊，这个我跟你具体的说一下。含胸刚才说了，不是有意识的挺，也不是有意识的弯腰，自然啊。所以他这含胸以后，他跟着拔背搁哪儿？怎么说呢？他这么说的，他这背呀、啊、要拔，拔的时候必须含胸。意思在哪儿呢？这样啊，你看这背呀、啊，当他提起背以后，你看，比如他使用我这给他一种压力以后啊，你看。如果是不含胸，挺胸使不上劲儿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它是拔着指的是腰为分界线，啊，如果腰的分界就是它这能够含胸以后啊，比如说搁这走的时候呢，它这个上身啊，不至于呢，呈现呢，哎，就弯腰，啊，弯腰。所以他这个拔是就是中间分界线，拔是搁哪拔起，由这儿开始往上拔。你看这个劲儿啊，他是这么过来的，是吧？你们再走这个侧面啊，你看搁这儿这个侧面很明显的，我们看见了这个劲儿啊是这么来的。你看加起来我使劲儿，哎，你看他这么来的劲儿，啊，哎这么来的。所以这个来就是说，他必须由这个地方拔。如果是由下往上拔，你就连根拔起来了。你比如说连根拔起来了，你加起来。哎，连根拔起来就是哎没根了，就站不稳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中间的部位就形成什么呢？一上一下，松腰松垮朝下，哎，含胸拔背往上。所以这个由腰这开始呢，成为对拉的这么个形状，啊，这么个意思。这么意思一来呢，中间一拉开以后，这个腰的部位啊就突出来了，它呢就是以它。用它的部位在人整个躯干中间呢，哎，正好连臂也连背又连臂，这儿呢连的垮又连腿，所以它这一动呢上下都要动，啊，上下都动，啊，尤其呢就是它呢前面就是腹部，它只要一动，腹部的五腑六脏也要跟着动，啊，就上下内外都动，所以它很强调的腰，它说命源头在腰系，以腰为主。啊，这个都是说呀，这个腰啊比较重要，所以这个是拔背呀，就是刚才说那意思啊。嗯，你好，就这啊，你要能够拔背以后啊，他说这个背也能够拔，能够拔以后啊，力就激发，他发劲的时候，这背啊才能使上腰，才能使上劲，啊，他腰才能使上劲，你要没有这个就使不上劲儿，啊，挺胸不行的了。要是挺胸高，这背都抬不起来，你怎么用劲儿？没法用劲儿，是吧？你要过了寒成这个，这不好，啊，也用不上劲儿。如果在练拳当中呈现弓腰驼背，啊，那就未老先衰，啊，看着就是那就很不好看了，啊，所以这个含胸拔背、松腰
松垮，啊，正是彼此呢，是相互配合的，啊，这样呢才能够发挥腰的作用。腰是有主宰的功能，但是腰，它也必须四肢给予配合。如果是四肢不予配合，腰固然有主宰的功能，但是它呢也是无可奈何，啊，也是无可奈何。这就像一个领导一样啊，下边的同志啊，如果不配合你，啊，你是光杆司令也不行。如果各自行动，那也不行。所以要求你呢，就是说以腰为主带动四肢，啊，命源头在腰起，腰为轴，这都是形成腰部的重要。啊，所以在练太极拳的时候，他所谓一动无有不动，只要动腰部带着上下一块动，没有一处不带动的。啊，这一点呢，希望同志们在练拳当中，同学们练拳当中的时候呢，注意这个躯干，啊，要注意躯干，啊，这是刚才介绍这个躯干了，啊，下边呢，我们就是要领里边呢有这个分区师，这个分区师啊，主要指下肢来说的，他说师啊，就是重心或者在右腿上。那相应的说，左腿为虚，啊，左腿为虚，啊，如果在右腿上呢，是，啊，是左腿为虚的，啊，他主要这么说的，他重心都在右腿上，右腿为实，左腿为虚，都在左腿上重心，哎，左腿为实，右腿为虚。但是呢，这个太极拳呢，啊，过去呢说是讲究阴阳学说了，那现在就是辩证学说了。所以它这个辩证关节啊，所以不管是哪个部位，做起来以后，它都有这么个辩证的这么个内容。所以它实，它实里边呢又有虚，啊，虚里边呢也有实。臂伸展出去以后要有屈，屈呢，当中又有直，它都是被都是这么个辩证的。如果臂伸出来，它是将展未展。啊，四开，飞开，啊，没有不是个挺直的，啊，一般要求都是这样，啊，这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啊，在练的过程中间，啊，它要接一个上下相随，还有一个内外的相合。上下相随，就指的由下肢开始，通过躯干到了上肢，啊。哎，都得协调，主要解决个协调问题，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啊，这个内外相合，所谓内外相合，就肢体动作跟意识两者要结合起来，啊，因为肢体动它这个动作呀，跟这个意识呢，它是两者呢是离不开的，啊，离不开的。从武术来说，咱们这太极拳呢。啊，它特点固然是缓慢柔和势势均匀，这是它的特点。啊，但是呢，因为它是属于武术，武术的简单的解释呢，就是劲儿加技巧。首先呢，必须呢以劲儿为基础，你得有劲儿，啊，然后谈到技巧，啊，所以这个练拳的时候，啊。这个在我们说呢，就是说，你既是武术，它这是有这个攻防的这个内容的，就是有攻有防，比如二人搏击，啊，有一个是攻的，有一个是防的，必须有这个内容，啊，有这个内容。所以呢，做武术来说呢，你要没有这个内容，或者一般的说啊，说你武术没有技击这个内容啊，等于没有生命。啊，这是一般的说是这样，但是太极拳还有一下啊，太极拳呢一般都说太极拳是一种多功能的运动，它除了本身是武术以外，另外呢，它既又是这个啊健身术、养生术，特别是那个那拿作为一种艺术，还有呢作为美学的欣赏、陶冶情操，以及呢，啊，练拳同学们呢可以广交朋友了。啊，在这个人与人之间
交际往来中间，这泰拳还起到这么桥梁作用。这等等吧，就是说泰拳呢已经不是单纯的只是哎攻与防啊，如果是光是做这个泰拳的啊，比如说武术啊，如果只限于这攻防了啊，他这个范围就小了，所以他这个范围很广啊。你不是刚才说还有拿当美学欣赏的，你看现在这个有人说啊，泰拳是东方的舞蹈，有这个形象的美，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啊。所以说泰拳因为它是武术了，你必须有这功法内容，这就跟其他艺术也是一样。比如说中国的啊古典戏剧也是两个演员，为什么有的演员能够吸引观众，因为他表演深刻，带有感情，就说有内容了，哎，所以演唱起来真实，所以人们耐看，它能够引起人们的喜怒哀乐啊。这个练拳也是啊，是吧，他有的时候他有他这个内容，就是攻防的内容，这一掌出去是做什么的，比如我这一掌是不管撸起腰部和切分式是做什么的，这彭丽琴那是做什么，如果有这个内容了，是吧，做出来就很真实，给人有真实感，虽然是自个儿一个人练的，好像与人搏击啊，好像跟人家就对着一样啊，叫人看的呢比较真实。如果没有这内容就不可以了啊，叫人看到了这啊，因为他没有真实感了啊，所以这个神情表达不出来。练武术讲究呢精气神嘛，是吧，你没有这个内容啊，意识上都是没有寄托，思想没寄托，比较空虚，所以它的内脉相合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当它这个分过程呢啊，当你初练的时候啊，刚刚练你是模仿的做啊，到一定程度由粗啊粗练到细练，一直到最后的精练，它分几个阶段。但到后边的时候呢，你就应该呢拿着攻防内容结合进去，因为你开始的时候啊，哎，这个因为没有学过，四肢无着落，是吧，这个很容易出现呢就是顾此失彼了啊，就顾不上。但是由于你的日积啊，日复一日，日积月累，天天搞这练呢，动作呢套路熟了，动作也熟练了，慢慢的你就要拿这个，由开始的时候呢注意基本要领，是吧，慢慢的就拿着攻防内容结合进去，这个时候出来以后啊，哎，就比较合适了啊，合适意思就比较真实了。这一出去以后，哎，不管肢体动作也好啊，意识的表达的时候，在两个眼睛里边的时候呢，显然不一样啊。这杨氏泰拳练出来以后啊，两目也是炯炯有神，很精神的，而不是有一些人说的呀，练泰拳的时候找个被旮旯啊，没人的地方啊，闭上眼睛啊，自己一个人跟着悠哉一个人去这么做去，这是不对的，不应该是这样。因为武术啊，是吧，你武术啊是有攻防内功的，如果闭着两个眼睛做，这不可以，你精神也提不起来，是吧。所以这里呢就说我们在练的时候要注意这方面啊，这是指的这个啊，这个上下相随，内外相合啊，肢体动作意识的配合啊，整体的协调，还要解决这些问题啊。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呢啊，它还有这个运筋如抽丝了，这个也要说一下啊。他说在练的时候啊，待会儿我们谈到这什么呢，就是放松啊，这个劲的内涵。刚才我也提到了，作为武术来说啊，就是劲儿加技巧啊，你没有劲儿，你再说的理论再好也不行，是吧，你得有劲儿啊。这个劲儿呢跟着技巧啊两者结合起来
巧劲儿，啊，可以用小劲儿，啊，后边治对方啊，是吧？能够变为主动了，是吧？他们一点劲儿没有，那是不可以，是吧？那是不可以的。所以在我们练拳的过程中间呢，这一方面也需要我们注意的，啊，这个前面这个啊，这个基本要领，啊，大概情况啊就是这样的，啊，由头部到躯干，上直下直，啊，这个肢体动作意识的配合，啊，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了。现在呢，我们就介绍什么呢？步伐。在这个练泰拳的时候，也不太复杂，啊，当一开始的时候，不管什么事情也是，开始总是难，是吧？因为你生活没有接触过的，乍一接触，是有些困难的，啊，但是并不是太复杂的。所以他这很明显，就是这两个脚之前呢，他称之为马步。这个马步呢，他好像就是两脚之前呢，好像呢过去那个骑马蹲裆，骑到马上一样，两脚扣住凳以后啊，哎，骑马，啊，这两脚直的，他就叫做什么呢？马步，啊，叫马步。另外一个呢，他叫什么呢？叫弓步，也有人叫弓箭步。这弓步做的时候，他是这么做的。弓嘛，顾名思义就要弓出去。怎么弓呢？他这两个脚的形状来说呀，他一个是八字步，一个是钉子步。过去我们称之为啊，形状来看叫钉马步。八字步很明显，如果这样走的话，就是个八字了，是吧？哎，中国的这个写这个八字的时候是这么个八。钉呢就加一柄钉的钉啊，一脚在前面，一个脚在后边，一脚直的，一脚是横的，搁着的好像钉子，加一柄钉的钉。但是呢，他这个步子的时候呢，他一个是直的，一个斜的，他两者结合起来，他前面为钉，后边为八。啊，在做的过程中间，林奎是弓步的时候，他呢首先呢，啊，拿着八字步打开以后啊，重心呢坐在这个八字步上。以八字为主，然后这个左腿呀，哎，变成虚步以后向前迈出去，迈出去以后呢，哎，它是脚跟先着地，着地以后呢，重心向前移，逐渐脚板踩平，五指抓住地以后啊，膝盖往前挺，逐渐慢慢挺了就是弓了，啊，叫弓步。弓到什么程度呢？哎，这个腿的弯度它不是上下垂直的这个小腿。啊，是膝盖略向前的，但有一个要求，不能过你的脚尖儿。这后腿呢，相应的要蹬出来，啊，他这讲究什么呢？实腿的蹬，虚腿的撑。当我们坐在右腿迈出左脚以后啊，重心是在右腿上，左脚着地以后，他说实腿啊，拿着劲儿啊，往这个左腿啊给他送。左腿送，这右腿还得接，不然的话就呈现什么呢？空蹬，空出了。要不一般的现在有同学闹不太腿往那一个软个弓又出去了，这就是空蹬出去了。另外他做的是这弓，他还有要求，啊，他不仅仅是个腿弓出去以后，这个膝盖头不能过脚尖，而且呢这后腿蹬啊，还有一个就知道了，蹬要蹬出去，伸展的，但展有一个要求，不挺。不挺的时候啊，你这个时候啊，前蹬后撑，或者是后蹬前撑，这时候彼此的配合，你前脚底下，哎，很稳很舒适。如果是这个腿出去啊，这个腿如果硬给它蹬，绑得挺紧，你就感觉这条腿呀、啊、很僵硬。这条腿呢，举起就空，这就不合适。迈步的时候，直的往前迈，中间要有幅度。所以这个的幅度呢，要保持原来的与肩同宽。这个出去以后，那个，它这个不仅仅刚才所介绍的前后有蹬撑，它左顾啊有支撑。你不管到左边也好，右边也好，它能够支撑。啊，所以前后也好，左右也好。都是比较稳的。如果这步子小了，如果在一
条线上在这他就不稳了。所以这个人在练的时候你得注意，你说搁到一条线上不稳，我大一点不更好吗？大了也不好，大了啊就显得你移动的时候啊持重笨啊，没有这个来的灵。现在介绍这个虚实部，虚实部的形状这部子里头跟前面的弓部都一样啊，就是一个是斜的一个是直的，但是呢它这个虚实部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虚腿啊不后来往前弓，它不弓，它说什么呢，这个实腿坐稳以后，当这个左腿伸出去以后啊，伸出去就可以了。它这里边有一个分别就是什么，一个是脚掌着地，一个是脚跟着地。如果是中心在右腿，左腿出去以后啊，或者是脚跟或者是脚掌啊，这实腿在这右腿上。如果实腿在左腿呢，右脚呢哎就是啊虚部了，所以它虚部呢就是或者是脚掌或者是脚跟。但这里面有个要求，有什么要求呢，在前面弓步的时候这个中间有个幅度要与肩同宽，可是这个呀不，它是以这个什么呢，实腿呀 啊八字步为准，这个左腿啊伸出去以后啊直的割出去就可以了。但这个里边呢就有一个啊，这衡量怎么衡量你呢，就是说中间呢好像一条线，右脚在中心线的右侧，左脚在中线的左侧，这两个脚以一条中心线为界啊，这两个脚呢不能越界，左脚呢不能过了中心线的右侧来啊，右脚呢也不能到中心线的左侧去，哎，这两个脚必须在中心线，一条中心线的左右两侧分，这个样呢你才稳。比如说的白鹤两尺，或者是啊手毁琵琶，这个做法就是脚跟也罢是脚掌也罢是吧，但是呢都在这一条线的左右两侧分的，所以这个人叫做虚实部。在套路中间啊弓步比较多啊，这个虚实部呢要次一些啊，要少一点啊。另外呢还有这蹼步了，蹼步就是下势的时候向下的步子了，这个步子呢走的时候它也是啊，他这个呢前脚是钉子步，但是后脚他是斜的，但他这个斜的呢不是四十五度朝前斜，而是朝后的，实际上呢在你前进方向的135度，在这个角度上哎往下屈腿往下坐的，他是啊。所以这个呢基本上在步子里边呢基本上要求啊啊就这几个步子形状哎步子做法啊。在这个中间有一点要说明的，说明什么呢，就是这弓步啊虽然是弓步，它对上身啊有要求不同啊。你比如说啊，在这个泰拳里边的时候啊，一般的说呢，你比如说我们做棚啊，做棚或者做起或者是做案或者是呢搂起腰部，这一些它这个上身啊，你看啊这个上身呢，你从我这个形状来看是啊略带倾斜的，上身略带倾斜。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啊，他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泰拳，这洋式泰拳里边它有个横撑劲，这个横撑劲儿啊就好像什么呢，这好像一堵墙是吧，这个墙啊基础不好了有倒的危险，所以你这个时候呢给他弄个木头啊给他支住的，弄个柱子给支住的，可支的呢在横着撑，平常我们说呢立木顶千斤，横撑抗拘力，所以这么一撑呢，如果这个木头这个直的啊，比如说直的啊撑住这儿呢就可以了，这个墙啊就不至于倒了啊。如果这个木头啊中间啊长得不规格弯下来了，弯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要用这个木头来顶的话，很多压力来以后啊从你这个弯的地方啪嚓就给你切折了
你看他这个现在形状来看，稍微带着倾斜的，啊，这是我们所要求的，这两个手在同一方向者，啊，不管你是起或者是按，或者是露起腰部或者搬乱锤，这一类动作是吧？你看这个上身呢，少带倾斜就是横撑劲儿，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比较稳，你看啊，哎，这个时候呢我推他呢就推不动的了，啊，你看推不动。如果是刚才就比如说刚才我心里头这木头啊中间打了个弯儿，是正的啊，上身正的，但也有人呢他说这个文理中正啊，这个上身啊一直应该正的，正是符合要求的，这个实际上不太合适。你看这种形状啊，手足劲儿是吧，你看呢，当我两手接住以后，你叫他往外推使劲，他使不出来，你看你使劲实际上使不出来，怎么使劲呢？哎，身子稍微朝前那么一点儿，你看这个时候这横撑劲儿就出来了。哎，你看这个时候再使劲，哎，我就推不动它了。啊，所以在泰拳里边的时候，你要注意练杨氏泰拳的时候，凡是两手在同一方向者，你必须上肢略带倾斜。但是，在泰拳这个里套套路中间单边的时候，啊，他可不是斜的，啊，比如你朝脸上这做出单边，你看这个单边呢，在杨氏泰拳单边的时候，他这个上身呢是正的，他不是单斜斜的，啊，他为什么要这到这个时候要正呢？是吧？原因是什么呢？他因为这个式子的时候，他是前后两者俱用的，都用的，所以说根据人体的构造用法的需要，所以他这个臂啊，哎，你看呢，这么的话呢，哎，就比较合适。你看啊，哎，也不用使劲，不管你谁做，你看这个是很稳。所以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它是既顾前又顾后，两者兼顾，所以这个呢，这个上身啊，顾前的还得顾后的，所以他要正的。他两手如果是变成了，哎，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走了，哎，他这个身啊就得斜的。哎，说虽是弓步，都是弓步，但是遇到某些式子，你比如他现在下边还有一个就是山通背，你看他做成山通背啊，也是。在这套路中出现扇通背的时候，这个扇通背也不能身子往前斜，因为它是前后拉着两个臂，那一前一后这么拉开以后呢，啊，也是啊，顾前还得顾后，所以这个呢也是上肢要求是正的。还有个左旁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在练到这个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啊。还有一点说明，你摆好单边，这个一般的立掌以后是吧，这个手呢一般咱们说这个直伸展，它这个展里边一般的都带有含蓄的，没有直挺挺的搁出去，都是略带含蓄的啊，不管你一般的说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唯独单边的右臂，这个右臂做出来的时候呢，你看它这个臂啊是呈现自然伸直的，你说你不是应该带含蓄吗？可是这个臂啊，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啊，根据人体的构造用法的需要，所以这个臂因为它这个手是朝下的，那个是朝上的，你朝上可以这么打个弯，你朝下走就不能来个弯，你说来个弯怎么是往上面来弯，你上面一来弯这个肘就断了。如果你这弯往下走行不行呢？不行。为什么不行？使不上劲儿啊，你要给撑这个弯你要使劲，是没法使劲，使不上劲儿，所以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怎么样，位置有一个就是自然伸直，但是不能硬挺，你如果硬挺的话，这个臂啊就呈现僵的，就脱离了整个躯干啊，这就变成独立的了，这是不可以的啊。泰拳是个整体的了啊，所以这个的自然伸直以后它能够全身协调起来。所以这个做的时候，希望同学们呢，哎，你做遇到这个事的时候你就这么做
这是对的啊。如果那么做呢，打了弯了就不对了啊，就不对了。还有这个手个吊手，立掌的时候掌就坐掌了，坐碗立掌了。这个吊手的时候啊，哎，这个这是朝上，这是朝下的，但你也必须是啊，五指下垂，哎，这个碗的像一扣，一定要扣出来，也跟这个坐碗这个意思一样。如果你就这么搁这儿行不行？不行。如果你在做的过程如果就这么搁到这儿，捏到这儿，它跟全身也贴协调不起来，哎，也就呈现了空虚的。啊，我们讲究劲的内涵，整体的结合了。所以你做的时候，希望您呢遇到这个式子的时候也要注意它，啊，不能放空了，但是也不能做僵了，啊，僵空都是不合适的，啊，泰拳呢必须有脚二腿二腰，上下连贯，啊，成为一个整体，然后才能够做到一动无有不动，啊，动起来以后上下一块动，无有一处不再动，不仅仅肢体动，啊，就是意识啊也应该随着呢，应该都是协调的。这个呢，好，这就是我们刚才介绍，在做这步伐的时候，遇到这几个式的时候，啊，需要注意的。现在呢，我们就专门说一下这个，啊，这个，所谓咱们说的，哎，就是手段，啊，做杨氏泰拳的时候，你的做法。啊，这是一码事的，手段也好，做法都是一码事。他们这个放松啊，在泰拳里面叫放松，但是放松啊包括很广啊，但他要求这个放松，一般的要求呢就是说是他这个放松啊，他这个手段他不是目的啊，他这个放松就是放松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整个的骨骼，您的每个关节以及肌肉，是在韧带拉长的意思，放开的伸展的，哎，只有放开的伸展的，是吧，内在呢才能联系起来，就那一环套一环啊，才能够连接起来。如果你不是这样啊，那就是内在连接不起来啊，互不关联，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他呢，这个是个方法，但是它不是目的。如果是闹成目的以后啊，就必然就出现这个啊，就练的就是软不乎的啊，就是说练成啊，就是软不乎的这种练法了，是吧。我有一样杨氏泰拳呢，它这有这么好处，怎么练者受益，即便你练的呀没有能够符合泰拳师要那要求来做，但是呢它也不会起什么副作用，只要你不要有意识的故意的啊，这个钻牛角啊，它就不会有副作用。所以呢这个泰拳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患者啊，这个身体不太好啊，尽管他练的时候呢不合乎要求，但是呢也没有起着也不起副作用，也能够对他呢有所帮助，有所帮助啊。所以这个泰拳呢有这么很，杨氏泰拳有这么很大的这么个特点。当然是呢，如果你要是按照要领去做，它的效果啊自然要好。你比如说我这臂伸出以后，如果是啊就是这种比较软不乎的这种啊，但是呢在你活动的过程中间，它也要起到促进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要起这个作用。但是如果你有意识的放松它，放展它，你看我这个手的形状啊，它就不也不太一样了，是吧。这就是说呢，在我们所说的啊流水不腐，户主不渡，在我们说呢，为这个血液循环新陈代谢创造条件，好像沟渠里边的拿污渍的东西给它排除了，使它流水的很畅舒畅啊，你这种形状跟这种形状，它显然不一样，它的效果自然也不一样。啊，所以杨氏泰拳它是柔中寓刚，绵里藏针之意，这么个意思。
啊，他不失呢啊武术的本能。当然它是有多功能的一种运动了，现在是啊，但是呢它毕竟它是武术，它必须有这个内容啊，所以它要节节贯穿，通过放松以后呢是整体连接起来。所以他说七根在脚发育腿，主宰腰，行于手指，有脚二腿二腰，上下必须连贯一气，然后以腰为主，所谓一动才能够做到无有不动啊，特别是腰部这动开以后，全身动开，腰的前面就是腹部，五腑六脏都在您的肚子，就腹部那里头。它这一动，啊，腰动必然是加大腹部的蠕动，它自然就带动你的五腑六脏进行活动。啊，所以泰拳在平稳缓和这个条件下，这个环境，啊，平稳缓和这环境，哎，给它呢就是说，哎，通过腰部的活动，啊。带动腹部的蠕动，使胳膊呢，哎，通过自我活动以后呢，加强它的功能作用。正是由于杨氏太极拳动作缓慢柔和，势势均匀，有动又有静，动静两者结合，因此适应面比较广。不仅仅是啊，老年人、中年人，就是青少年。也可以参加这项活动，啊，这个年老体弱的、身强力壮的都可以，甚至有病的他也可以。通过多少年的实践，有很多慢性病吃药打针儿效果不太好，但通过这个泰极拳的锻炼呢，效果呢还比较明显，还是好的。所以说嘛，杨氏泰极拳啊。在这个健身来说，它适应面是的确是比较广的，是好的，啊，这个我们现在呢，再说一下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练杨氏泰极拳的时候，这个放松，啊，这个放松啊是有意识的。常言这个啊，有意放松是无意成钢的，所以你要有意识的放松以后啊。比如说是内在的节节贯穿起来，比如说我这个上指伸出去以后，如果这上指啊，你要做到了啊，有意识的放松。当所谓有意识的，起码来说你自己应该有一种自我感觉。你比如说我这个肩肘腕指在这个松垂的时候，内在的连接，你首先自己应该有感觉，就是说有了感觉才能有自我意志。如果你是没有感觉，那就不可能有自我意志，你控制不了它。所以说在我们平常练的时候，你就得找这个沉肩垂肘坐腕舒直啊，不但呢哎这局部东西要感觉到，而且呢要使它连贯起来，要节节贯穿，全身协调起来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劲呢，咱不是前面说的有一放松，只要你按照要领放松的做到了，是吧，这个劲儿啊你不用使劲儿啊，所以有一放松无意成钢，不知不觉的你这个劲儿啊内在劲就有了啊，就有劲儿，不用使劲儿它就有劲儿啊。但如果你是有意识的啊，故意的搞里边这个努这个劲儿啊，反而就不太好啊，受这个劲儿呢，自我的束缚。另外，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劲儿与力。力呀、啊，是本能的，就是婴儿落地它就有力，啊，它四肢踢腾也是力的一种体现。啊，成人以后当然力气更大了，但这个也是本能的东西。啊，我们所说这个劲儿，练武术的劲儿啊，跟这个力呀、啊、是有点分别的。啊，这个劲儿啊就如同这啊所说的是经过训练的。这个现在我们说呢，就是说一般的呢中间呢需要一个过程，就是下功的过程啊。现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好比这生铁啊，这个生铁呀、啊、没有经过加工以前啊，从外形来看比较粗糙，韧性的也比较差啊，
但是经过高温溶解以后啊，它变成铁水了啊，再经过千锤百炼啊，以后反复的又锤又是炼，最后呢，哎，成了钢以后呢，哎，拿出来的不仅仅光泽度好看，而且呢韧性也强。这现在我们这个劲儿啊跟力啊，基本上这个意思也是这么意思啊。这个我们说呢，从这个过程来说啊，好比生铁就好比是力啊，这个加工啊，高温溶解呢，我们不妨呢比喻什么呢，哎，比喻放松手段方法。所以练过拳的人，就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练啊，就是功下一段功夫了，所以跟这个没有练过拳的人呢应该是有所分别的，它不一样啊。从我们这劲儿出去以后，它是全身的，它不是局部的。但没有练过拳的人，一般的局部动作比较多，比如给你一拳或者给你一掌，局部多。但我们练过以后呢，它应该是全身的啊，是应该是有所分别啊。就是他这一拳头，比如十斤，我们这一拳头下起码应该是大于他的好多倍啊，应该是这样的啊。这个总的来说，这个放松啊啊是一种手段，千万不要练成啊使他们成为目的。如目的以后呢，这就不太合适了。但是泰拳它也是啊由这个群众呢生活当中来的啊。但是这比如说啊，你要对方如果给我一拳啊，你比如他给我一拳，给我一拳我要架起来，不叫他挨着我，不叫打着我，所以这架起来这么一架呢，你看这个架呀，就是哎我们称之为捧起来了啊，使他们不要挨我身。这个呢从人们生活当中也是，你看不管你谁会武术不会武术，他给你一拳你要架一架。咱们这个架呢就是经过前辈研究以后，这个架你看这么架比较好啊。他说什么架呢，他这么架以后你一转身啊，你就可以变踩了，就可以拿着手啊，哎，就抓住他了。如果上去以后呢，哎，就可以控制他的肘关节了。另外在我们肘啊，在这也可以击打他，另外我们身子还可以靠他，如果击打的上也好下也好都能走，他这也是这么意思。如果这个手走了，我就从这儿来了，是吧？这是右碰的，双手碰的，这不同于刚才那个左碰单手碰，这双手碰。我这么一转身，我就变成捋了，我这控制来了，控制他的肘关节了。如果他是练过武术，他，哎，不情愿这么走，他就要垂肘要走，走的话就顺势弹跳，来推出去他，这就叫做技。啊，如果他的手慢了一点，但是没挤出以后，他走快了。哎，你顺势搞这儿搭住以后呢，你给他这么推出以后叫做压。哎，所以这个泰拳本身呢，哎，它有虽然慢呢，但有这个内容。你比如现在很多人啊，很多人练这个也其他功啊，这其中包括的呢，这个银手什么，他也是，他看的好像转圈儿啊，闹不清的你在摸鱼，实际不是。它是变换手法，像比如说我们做搂膝腰部，他说这走啊，这走，这推，他也是，也有这个意思啊，都有，啊，就是这个。当然我们在一般平常在都是练套路的时候啊，他一个式的接地一个式的，按照你预先的安排来这么做的，啊，但在这个用的时候就不局限于这个了。总的来说呢，平常我们在练的是练什么呢？太极十三式。蓬捋起按，踩裂肘靠，前进后退，左顾右盼，中定。也就是说，手眼身发步的整体配合，平常有这个基础了，具体应用的时候，啊，就不拘于形式了，啊。总的来说，要变背为顺，以顺为原则，啊，具体应用在乎个人，啊，运用之妙也在于个人，啊，这个不建议不。局限于形式了。总的来说，泰拳是中华民族的一项古老文化，从现在来说啊，对人们身心健康呢是有一定好处。所以现在呢，参加太极拳的活动的人呢越来越多了。我们希望
啊，就是更多的人来参加这项活动。我们愿泰拳为人类健康长寿做出贡献。好，现在呢，我就开始了，啊，开始做事是由预备式开始，啊，预备式开始呢，下边是篮球尾，单边。但是我们说篮球尾，大家也知道，练拳都知道，它包括左棚、右棚、捋、挤、按，啊，就是包括那五个动作，啊。这个在泰拳这个套路当中来说呢，篮球尾的是很主要的一个式子，因为在后边有推手啊什么，都是按照这个词语来的。我们现在呢就有点开始，所以这个预备式的时候，他这个从传统习惯的练法，他没有兵步，啊，然后呢再开，啊，开步没这个，就是站到这以后。两脚之前站成马步，自然而立。一般的说的是坐北朝南，啊，坐北朝南，一般是这么练的了，啊，站在以后呢，尽量拿前面所介绍的基本要领贯穿到你身上来，啊，贯穿到身上来，这就是虚灵顶劲，气沉丹田，含胸拔背，松腰松垮。是吧？沉肩垂肘，坐腕舒直，啊，这个一般的来说啊，都应该贯穿到身上来，特别是在练法的放松，啊，在意念方面排除一切杂念，我集中思想就是练拳，啊，所以我们这个呢，就是气沉丹田，保持你的稳定，稳定啊，所以这个啊，前面也说过。所以我们这要求就气沉丹田，不是一手丹田，啊，如果一手丹田，那就跟咱们这不太一样了，因为咱们现在啊，站到这儿以后，应该是气沉丹田，是吧？他呢，站到这儿以后啊，虽然是没有动，啊，但是呢，他有窥测对方动向这个意思，还是有动的一面在里头，啊。以我之境待对方之动，啊，虽然个人练拳好像有两个人在这搏击的意思，啊，所以在《体用拳书》里边的时候就谈到这儿了，啊，就说以我之境待对方之动，啊，待对方的动了，啊，虽静犹动，应该有动意的，啊，所以站在这儿时候呢，基本上就这么要求了，那所有基本要领都贯穿全身心，这个有意识的放松，哎。都有贯穿到身上来，啊，不管意念的、肢体的，都要这样做，这是预备式，啊，全身放松就行了。但这个上身再稍微注意，它这个两背自然下垂以后啊，不是成松软的，它是有前提的，哎，就这个呢，必须做到沉肩垂肘，坐腕舒直。你看这个放松以后啊，哎，使它贯穿起来以后呢，内在里边呢，哎，它是有股劲儿的。啊，就是一节转一节，有这么个劲儿在里头，不是这个软乎乎的搁着，啊，这个自然跟这个不一样的，它有前提，必须贯穿这个内容，这种自然而形成的就形成内向弧形。现在我们做呢，啊，起势，这个起势做的时候呢，哎，它是这么做的，我拿这个起势、篮球尾、啊单边这几个式子先给您做一遍，你有个概念。然后再分别再说一下，啊，最后易阳君做呢就加成名家，啊，现在我做起势。Thank you.
现在我呢就分别拿这几个式子给介绍一下。在这个预备式的基础上啊，做起式的时候它是翻动两臂变成手心向里，然后呢由下而上徐徐提起啊，向前方，这两臂的一肩同宽抬平了，然后呢屈两肘坐两腕伸直，然后呢由上而下徐徐而落，落到了胯前。这是起式。这个注意什么呢？你看在这我们两背自然下垂的时候，这个弧形啊像内的似的，但这个手背形状没变，虽然是呢两臂翻过来了啊，变成呢弧形啊逐渐的是向下了，向下了，当两组肘微屈两腕微坐食指前伸呢，弧形呢变成朝上了，但是这个形状啊基本上都一样，都是你直中有曲，放得很窄，是吧？似乎有这么个弧形，这也是你往下边它也是弧形，朝里也是，啊，注意它这个，这个食指呢，比如在两边自然下垂的时候啊，要使你这什么呢？啊，通过全身放松使你这个四梢，就脚尖手指尖都应该有所感觉，这感觉是整体感，不是局部光是肘。手指头尖的有感觉，二是呢就是整体感觉要贯穿到指头尖去啊，就是全身都要有感觉啊，所以这起式啊基本上就是这么做了啊，抬平了起两肘做两腕，两背呢自然下垂，到了胯前面下面就是左棚了，篮球的左棚，这个方向呢这个步子呀是往呢正南迈，但是面部呢是朝右侧啊，他是做的时候是这么做的啊，他说重心略向左，腰带右脚开，那八字步准备好啊，腰带的打开45度以后呢，屈腿蹲的时候，这两个臂啊后边往前边，前边往后边，两臂相合，做好右腿分出虚势，这时候你要注意一下抻肩垂肘坐板竖直，所以要领是贯穿始终的，每个式子都应该有，这时候也是沉肩垂肘坐腕竖直，当你合好背着坐好腿儿，左腿呢提起来往前迈，是吧，中间要有幅度与肩同宽，是吧，他坐好腿脚着地了以后呢，重心移动的时候，左脚脚板踩地，五指抓住地，膝盖你才往前弓出去，这左臂呢由下而上捧起来，右手按下去，摆到这儿，这是左棚，这个左棚这个左臂基本上指着右前方啊，似直非直，不是这个挺的直的，少带弧形的，以臂来这么棚的啊，是这个棚，而不是这么搁的，不是手走的，臂棚的，要注意一点，指尖必须高于肘尖，如果你是绝对的平，实际就旋肘了，指尖略微叫的高于肘尖，这就比较相宜了，腿要弓出去啊，但是呢七不握肩啊，这前面一坐来后腿要蹬出来，但是不要硬挺，这个左棚呢基本上就这么个做法了，先坐右棚的时候呢就直接往右前方，也就是现在的正西走了啊，他说重心略向后，通过转换步伐变换左脚，变换脚型了，变换着八字步了，为他下意识的做好八字步准备，迈右脚先向左转身啊，重心左移，顺便呢顺势拿右臂由下而上至左臂下方提起来右腿，这个腿的屈伸清晰自然啊，然后呢朝正前方给他迈出去啊，在弓腿的时候这个做法跟前面一样，重心前移的同时啊，脚板踩平，五指抓住地，右臂由下而上左臂由前而后搁在了右臂的肘腕之间，也是弓步，拿弓出一腿，这个臂要捧起来，指尖高于肘尖，这个弧度基本上是90度的弧，这个左右手不要往里弯，
这个正好呢形成九十度弧啊，比较顺的也比较丰满啊。这个左手的位置呢搁哪儿呢？就搁到右臂的肘与腕两者之间，左手指距小背大约一拳，搁到这个位置啊，这就行了啊。这叫右捧啊。这个捋啊，腰带向右旋转身的同时，这右臂向外旋转，左臂向内旋转，要转到右侧四十五度的。到了四十五度啊，正好右臂也就翻过来了啊。然后呢再由右往左转到了左斜角，实际是走了九十度，到这捋啊就捋在左侧四十五度角，由右边到左边中间经过九十度角，坐在左侧，这个捋啊就算完了。下边做挤的时候啊，做挤的时候右背里屈捧起来，左掌内旋，哎，变得掌心朝外时候呢，逐渐搭住右小臂，朝前推出的同时右腿弓出去。这个摆到这儿以后啊，所跟右捧的有点不一样的，右捧的手在这个右臂的下方，这个时候呢左手啊是贴在了右小臂，但是注意一下，这个贴这个手啊不要搁到掌根这儿，你要搁到掌根这儿啊这就不着了，使不上劲儿。你要搁到靠里头一点呢，大约这个地方啊，大约一寸这个地方啊，你搁到这个部位啊就感觉能够使上劲儿啊，能够使上劲儿啊。然后呢这个挤啊就算完了。然后我们就做按，按的时候这两臂向左右两侧分开，与肩同宽，在重心靠移的同时，他说屈两肘收两手，哎，坐好左腿，正好两手到了胸前了，微坐两掌要往前推，所以这掌要坐起来啊。但是呢不要有意识或者划大弧，他这弧啊，哎，在到了胸前微坐两掌是四环一小弧，好像画了一圈，但是不要有意识故意画大圈啊，因为到这儿如果坐掌就往前推了，是吧？所以到这儿的时候微坐两掌就可以了。坐起来以后随着重心移动，两臂向前平伸，哎，这臂啊腿弓腿一定要弓出去啊，臂一定要放展开啊，一定要做好了以后啊，然后呢再做什么呢？单边，单边呢下边这个单边呢，它这个方向呢就是由现在我们的正西要转入正东去，中间呢转的弧度比较大，所以它这个里边的转动式啊比较大一些啊，就要由这个正西啊转入正东啊，这弧度是比较大的啊。我给你做一做啊，他说先在重心后移，两手持平，使他右脚板微微的离开地面，然后由右向左转身的时候，这个臂呀、啊、你不要就是直挺挺搁这儿，也要坐掌平坐，平坐就是手向里扣，这么平坐，这一平坐呢就有抓挠了，跟我们的立掌是一样的，这是立的，哎，这是平的，哎，这么一坐以后呢，腰带两臂环啊，左臂临是右臂，随着伸的呢，这右脚啊扣过来啊，向里扣，扣呢一般说扣成135度是比较相宜的，扣过脚坐回来，右臂环过来，重心移过来，拿着右臂在身前右后勾吊肘的时候呢，拇指啊，这个先是小指啊，无名指、中指、食指，哎，拇指这么松垂下去，徐徐拢住就可以了，不要这么捏，徐徐拢住就可以了啊。然后左掌翻过来，掌心朝里，哎，坐起左掌来，也就是捧起左臂来，然后坐好了腿，拿左腿朝正前方迈出去，在转身的同时，臂向外旋，一方面弓腿，一方面伸出左掌去，高这儿做出单边来。这单边前面已经说过了啊，因为他这个既顾前又顾后，上身他是直的，哎，看呢要看呢正前方就正东，通过虎口正视前方，一般要求呢这是七手相对了
啊，这个弧度要拉大一点，不走45度了，它要拉得大一点，啊，因为它这个式子它比较也是个特殊式子了，啊，就这么做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这前面的一小段，这里边做的时候呢，注意的地方呢，就是要注意这个步幅啊，这个步幅大小啊，它是根据的下这个腿的实腿的做的高与低，也就是功夫来说的。啊，你如果这个练的时间短啊，这个做不下去，那步幅呢就大就小啊。如果你做的低呢，这步幅就大，不管大也好小也好，要清其自然，一去一伸清其自然，不要啊步子这去的小，估计慢大步不太合适啊，慢出去起不来啊，要去伸开合清其自然的走。凡是弓步中间呢，这个幅度一定要有啊，你转过来以后45度，这个呢一定拿着幅度找出来。前弓后蹬啊，蹬出来以后啊，不要硬挺啊，跟着前面协调起来以后啊，凡是做这个步的时候都以此类推啊，我们基本上就是举一反三，不过多的再做介绍了啊。这里面注意一下，你看我做右棚也好，不管哪个式子，右棚啊，一定拿式子摆好。当你摆好似停非停扭的时候，然后你再往下做，做捋，啊，翻过手，转过来，坐下来，哎，再走，是吧？就是一个式子一个式子要做得清清楚楚的，这好像我们写书法一样，工笔楷书，一笔一画，该顿就顿，该提就提，该大就就大。是吧？一般说呢，要有定式，走定式标准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你这一个式子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做到最佳状态。你感觉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哎，到这时候接着我又往下走了，平平稳稳的，哎，往下走。这是我们刚，这是我刚才介绍的呢，就这几个式子啊，预备式、起式。蓝臭尾其中左棚右棚捋挤按转身单边，在转身单边的过程中间，腰带右脚扣，扣多少？由正前方你要走到正南，这才90度，还得加45度，做到这儿以后这个腿儿才能够顺，你慢步才可以呢往正前迈。如果你这个脚一般的扣不过来，只走了啊，也就是说呢是走了这个啊45度这个脚啊，落高这走，走到这个脚啊，比如现在只要正南就90度了。你说在这个脚，它一般的来说呀，这个坐腿的时候，最好一般我们坐腿就脚踩涌泉穴了。实际上，它这个屈腿蹲着坐的时候，这个涌泉穴就在你脚心底下。为了求这个式子稳呢，你膝盖头呢顺着脚尖方向。你搁这坐下去，它是很平稳的，很平稳的。所以这个转过来以后，如果你在这儿坐，你这个腿往这慢的时候就感觉很舒适，就慢出去了。如果你只转90度在这个角，你搁这个角往这儿慢了，这个地方就有点不太舒服了，啊，就不太有点勉强了，啊，有点勉强。所以这个另外一个还是什么呢？当这脚慢出以后，出步就不太顺，摆好单边这个正就不太合适。不太合适呢，不是拧脚后跟儿，就是拧脚尖儿，不要出现这个。最好呢，你这一次啊，我就135做好了，做好以后我再慢步，使它舒舒服服的慢出去，平平稳稳的摆出来就可以了。啊，下边呢，由杨军呢，拿这几个式子连续的给您做一遍，您再看一看。Thank you.
刚才做了几个式子，现在按照套路继续往下做，下边准备做由单边到提手掌式，白鹤亮式，左搂起腰骨，手毁琵琶，然后按照套路呢重复的啊，左搂起腰骨，右搂起腰骨，左搂起腰骨，手毁琵琶，左搂起，到这个地方，这个中间呢有一些重复动作啊。我们这几个式子呀，就开始这几个呀，就是跟前面的步伐里面稍有点不太一样，啊，前面的基本上都是弓步，现在我们这一开始呢，提手上式啊就是虚实步了，白鹤亮式它也是虚实步，待会儿呢手毁琵琶它还是虚实步，啊，我这现在给你做一遍。做完一遍以后呢，每个式子分别呢再给做介绍。现在呢，我就由这个单边呢开始拿这几个式子呢做一遍。前面几个式子，连续的呢，做这么一遍，啊，现在呢就是分别的一个式子一个式子做一介绍。现在就是由单边到提手掌式，现在的方向是由正东变入正南，要通过转滑步伐变换脚型，啊，我们是由单边开始的了。要往正南走，通过转换步伐，重心略向后，使得前脚略有松动就可以了。腰带左脚向里扣，扣多少？扣45度了。扣过来以后，重心左移，两腿分成虚实，做好左腿踢右腿的时候，哎，做起右掌来。啊，迈步的时候呢，两臂呀、啊、在正前合，在合之前我们少注意一下。右臂要高，左臂要低，右臂在前，左臂在后，当右脚伸出去以后，两臂在正前合，哎，高点做出去，这时候的步子已经变了，它不是弓箭弓步了，而是变成虚实步了。你看它正好一条线中间啊，这个两脚左右分了，是吧？中间没有幅度了，就在这个基础上出去的。前脚不管是定字步，后脚是八字步，但中间没有幅度了。这个时候您注意一下，使得气肘相对伸的偏左侧45度角，左手搁在右手内侧，两掌一坐，啊，都要坐起来。啊，这是提手上式的做法。
和梁翅呢先翻动两掌，哎，变成上下相对，基本上成个铝的形状，然后由上你往下捋过来，左手呢倒上来，你两臂合起来，哎，这时候都要注意抻手尖空手窝了，不要夹住了，哎，空手窝啊。我们这白鹤梁翅的方向它又转正动了，因此呢扣右脚拿八字步做出来，重心右移，哎，提腿埋步的时候右臂在面前捧起来，臂向外旋，逐渐至头部上方，左臂下，哎，把三个逐渐逐个走好旁边，在这个呢就是同时迈步的同时捧右臂，哎，拿左臂呢往上按，左脚伸出以后，他的步子呀也是徐师傅，是吧？所不同的跟前面踢手上的一个脚跟，这是脚杆，但都是徐师傅。所不同的呢，踢手上的脚跟，这是脚板。右臂捧的时候，一定是臂捧，不要是手抖，捧臂，这也是高这往上按。走身上是吧，没有这个汗就没有这个什么的汗就麻烦，是吧，就这个松腰垮的都是彼此都是连起的呢，哎，所以这么走出来是吧。你看他这个时候如果是这么做的，你看这是不是比较清楚一些啊，你看翻动两掌由上而下，左掌不能走了，给他屈背起，两臂合，合起来找方向，重心移，哎，然后呢踢腿漫步的时候右臂捧起来，臂向外旋，左手由上而下搁在左胯的旁边，哎就行了。注意这个手不要往里放，是臂跟手要平的，上面弧形要做出来啊。这个左臂呢肘尖一定要向后，五指朝前，哎，这才是啊，不然的话你这歪了就不太好了啊。哎，这个呢就是由上下对称拉开的这么个意思啊。这个腿要伸出去，但不要直挺挺的，直挺显僵，稍微带点含蓄，稍微带点弯，到这儿出去就行了，两目正前平视就可以了。这个呢就叫白鹤梁翅啊，手不在这儿，而在头部上方啊。这个完了以后啊，按照套路方向仍然是正东，这个走的时候呢就叫什么呢，就叫左搂起腰部。这个左搂起腰部他这个首先交代一下他步的，现在我们的徐师傅他现在搂起腰部走，左搂起腰部啊他是走的弓步，这弓步要有幅度，所以在这个走的过程中间他这两臂眼啊腰带在转的一刹那之间啊，它有个缓冲，哎，商量之间，它右臂啊侧向上，啊，就是向内旋转，这个左掌呢，再给它做起来，哎，这个我们注意一下，啊，在这个转动时候，如果这么做出来，这个臂眼看着环的时候就比较顺，哎，比较顺，要去比高再走，如果快的话就这么走了，啊，在这儿就这么就过来了。左臂由下而上直接去到腹部前方就可以了，你做好右腿慢出左腿，左脚向左跨，中间拿出幅度来，然后呢重心前移啊，左脚板要踩平，然后左臂呢它要由这个胸前由后向前到膝盖的前面，这右臂同时呢要向里屈，由侧面掌逐渐随着身体的转动啊，由右而左变成了正面掌，在这儿，然后呢，弓腿的时候就说一推一拉啊，在这个时候把这儿走出来。哎，我们注意看的三者配合啊，三者配合，一定拿着推拉这个呀，不要做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推掌的时候，所以泰拳全身运动啊，他这个掌出去呀，不是光在两个手上或者在局部在臂上，他这个出去以后在身上，让从击掌时腰到这儿走啊，
所以这个呢，他就上下就协调了，这个劲儿啊就比较整了，啊，所以你看我这个走的时候啊，你看，走，他是呢，哎，全身搁这走的，啊，而不是呢局部走手，啊，或者臂，啊，这个呢，尤其腰部走的时候，请注意一下。下边的时候呢，就是收回琵琶。这个收回琵琶呀，由弓部啊，它方向没有变，由弓部呢变成虚实部，变成虚实部的时候，啊，它就啊跟刚才的不太一样，中间就没有幅度了。没有幅度怎么做呢？它重心前一踢它右脚垫着半步的时候，哎，向里靠，哎，稍微靠里靠啊。这一靠坐重心移过来以后坐好准呢，就左脚伸向前面是正好，哎，就跟这分开了。这右臂由前而后的做彩状往回走，这左臂由前而上呢做裂状走啊，所以这两只手是吧，垫了八步以后啊，右手由前而后做彩状，左手由下而上做裂状，做好腿的迈出腿摆好它就行了。这个是在摆到那儿，我们要回顾一下刚才做的提手长时，是不是这个收回琵琶在左边，提手长时在右边的部？这个从形状来看好像一左一右。我们如果回顾一下它这个做法，你看单边走提手长时啊，哎，重心在三口，腰带左脚扣了是吧，重心前移，提腿松掉走，慢步两臂合，它这么合出来的，尺度比较高，这拧着比缺拧着比的，它这么合的。你再看收回琵琶不是这么走的，不是合，怎么走的呢？他重心前移，他们说右手做彩状，左手做裂状，这么起来的，这么起来的啊，这个彩这个做裂状也是瘸胳膊，但是瘸的方法不同，这是这个，这是这个，这是这么走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呢，从外形上来好像一左一右，实际上呢手法不同。所以这个走的时候呢，在你转身的同时啊，他翻动右掌，掌心侧掌上左掌呢给它做起来，这么一做呢，你看这个环起这两个臂来以后啊，在转身的一刹那之间，有这个缓冲的时候呢，哎，这么一翻一转，它这个圈就画的就圆了啊。这两个手你再注意了吗？它上边手它可以往上走，下边手它可以往下走，那个不行，那个呢不能往上，只能往下走。这个左手呢，它在底下只能往上走，不能朝下走。但这两个臂有点不一样，但说是不一样，实际做法是一样。你看这两个手啊，它上边手你可以往上走，下边手你还可以往下走嘛。哎，两臂环起来，做好腿儿，左脚向左跨，变成弓步了，然后转身，这里就跟以前做法一样了，脚板踩平，左手的环在其前，右掌呢由侧面变成正面，然后弓腿推拉开就可以了。这个呢跟前面做法一样，这个下边就是连续做，连续做手怎么做？哎，这个转换它这么走的。他说重心略向后，腰带左脚哎开，打开45度，左掌呢要侧前上翻，右掌坐起来，也就是呢摆好这个环弧这个角度。这个走的角度就在这个变换的时候同时做，啊，你看啊，他重心略向后，腰带左脚开，左臂翻过来，右掌一坐起来，哎，做好了以后，他重心前移的同时，两臂关起来。上方臂你可以往上走，下方臂可以往下走，跟刚才的意思是一样的。但这个时候注意点，就是提腿慢步啊，两臂环起来，这腿啊提起慢步的时候，中间不要停留，提起来慢出去，脚着地在左侧，哎，左起左掌，右臂举在胸前，然后呢由左向右转身的同时，脚板踩平，右手在提前，左手在。哎，左脚面上，在弓腿推拉，跟那边做
做的方法是一样的啊，身体要正，右手搁在右肩膀，左臂伸长向前去啊，伸的越向前就可以了。他一共做三个，他重心越向后，腰在右脚开的同时，右臂内旋坐起来，左掌坐起来，哎，摆好了，重心一动，两臂弯起，提腿慢步，哎，中间不要停留，慢出去，哎，转身还膝，坐掌退出，这就可以了。下边重复式的收回鱼吧，我前面都讲了，这就不讲了。他重心前移，提腿垫步，重心后移，右手做彩状，左手做裂状，做好右腿慢左腿，哎，坐直收回鱼吧。下边右手搂起腰部，转身同时环臂坐掌，哎，跨步走出来就可以了。这是在第一段里边啊，我们要分开啊做这第二个小段。这个小段就由什么地方开始呢？啊，由提手上翅，摆合两翅，左搂起腰部，收回琵琶，左搂起，右搂起，左搂起，收回琵琶，左搂起，就到这儿。好，这个呢做法基本上就是这个做法。下边呢由杨军呢拿这几个就是串联起来给您做一下。现在接着往下做，下边呢就是进步搬南锤，还有炉峰死笔十字手，这第一小段啊就算完了。这个搬南锤跟前面我们说的是的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这个中间是个连续步的，不是一步出去就完了，它连续步走。我先给做一遍您看一看。Thank you.
刚才那拿这个八两锤，跟卢鹏死比狮子手坐里面，下边我们就分别的拿着八两锤呢做个介绍。八两锤是在搂起腰部的基础上往下做的，方向仍然是正动，但中间做的方法它不是一步上去就完成，它中间呢它的气势往前上路，这么个做法。它首先做是这样，现在调整八度，它是中心的响口腰带左脚开，左臂内旋啊，左臂外旋，坐起来以后呢右掌坐起来，这里边的手一点跟前面不太一样的是哪儿呢？前面那个搂起腰部是上方头往下往上走，下方头往下走，这么走出来的。八段锤不，八段锤呀，它是两臂呀同时朝下走，在走的时候提腿慢步，哎，这个时候慢成步的呀也要打出八字为下一个世界做好八字的准备。他这两臂环下弧到了左侧，哎，坐起左臂啊，右臂呢，哎，在胸前呢，哎，逐渐握拳了啊，他逐渐握拳，然后呢，由左向右，他叫方反翻，重心呢向右腿移动，哎，拳掌蹲到正面上，然后踢腿蹒步的时候啊，他右手向后跨起拳来，左臂向前伸出去，同时迈出左腿，然后在弓腿的时候，他收托掌出右拳，向前伸出，摆好了呢，基本上这个情况，啊，弓步，啊，弓步，弓出去，蹬出来。这里面要说清说明一点，就是什么呢？八段锤，八段锤，啊，他顾名思义，他是左手为拦，右手为扳。这握着拳的时候，八段锤的时候，又在整个套路中间。要出现呢五种不同的做法，但总的意思一样，但由于接续的不同，似乎就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刚才做的搬栏锤啊，它这个俯碗搬呢不太明显，翻碗搬呢比较清楚。俯碗呢这个拳头啊，因为拳头握的方法呢四指并拢，这拇指呢哎搁在呢哎，食指的外缘，使它全面要平。握的时候，握实在了就可以了，但是呢，不要握死了。握死了啊，就显得僵了，劲儿啊都到了拳头上了，不合适。啊，握实在了就可以了，全面使它平。哎，但是这个时候注意什么呢？不要握着空心拳，这拳头是空心的。所以这个拳头握法是这样，但是它有八段锤里面它有个叫俯碗扳，它右手为扳嘛，俯碗是什么呀？它是朝下往下边，拳心朝下叫俯碗，拳心朝上，拳背朝，这叫翻盘扳。左手为拦，实际上是个挡架的意思，挡架的意思。所以他这个一做的时候呢，啊，他在这个左撸起这个基础上，啊，他中心这个向腰带左脚开，两臂环起，都朝向下弯骨头，啊，弯骨头，提腿迈步，中间不要停留的。但是右脚迈出以后啊，他就会下一步八度准备，因为下一步连续做重心就在右脚上。这时候注意这个什么呢？注意这两个手啊，跟着下肢的配合。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啊。慢步的同时啊，我们有些坐着有个不太协调，你看两臂环起是吧？他提腿慢步是吧？在这边脚着地了啊，他们重心移，这两个臂呀、啊、都要带一定含蓄，然后慢步拳才能跨，往后才能跨，这个掌呢才能往前伸啊，一跨一伸要有这个表现出来，这个表现呢。还同时呢，在那个左腿往前迈的时候一块儿动，三个协调。你看，迈步的。
个铜尺跨拳出打，你不能他没有那个先拿着掌伸出去，这不行，瞧不起来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重心移动了，一旦右腿上以后，哎，这两臂都带一定含蓄，在漫步的同时两臂拉开，哎，当你左脚着地了是吧，在弓腿出拳的时候呢，再注意下这拳，跨拳的时候拳心向上，出拳的时候随着向右转，左右右向左转身的时候呢，这一转这拳眼就变成朝下朝上，这拳眼就变成朝前了，在弓腿的时候呢，直冷冰伸出去就可以了啊。所以在这做的过程中间，正面锤出的时候看得比较明显啊。所谓八烂锤，腹腕弯向左弯，右弯发腕弯，到这儿就正面再给他一拳，他是这么。所以在这走的时候，你看我们在做过程啊，这第一个呀，下边我们在第二段的时候还有这个八烂锤。这八烂锤出的时候，它是偏身推法解比较清楚，方法看得很清楚。这个呢，你看啊，打开脚是吧，重心移动，两臂环下横的逐渐握起拳来。所以在这逐渐握起拳来呢，这个拳呢就腹腕这扳子也就看得不是太明显的。原因是在这接续地方不太一样。你看下面一点它这么走的，八烂锤在这偏身锤这种地方接。这个很明显的搬过来搬过去，腹腕弯翻腕弯，这明显这个稍微有点不太一样，那主要接续又不一样，我们注意呢就可以了。当我们搬完锤出拳以后，如逢此地的时候，他翻过左掌掌心朝里，松开右拳出现啊，由前向左，这个身子也扳着右腕，这右方比由前往后，左臂由里朝外，搞这儿呢，哎，坐起来，这时候拿左臂给他磕出去，啊，他意思形容这手就扒住了，磕出去，他搞这儿磕出去，然后转过身来，哎，接住他的臂弯，用两臂给推出去，意思形容这个东西啊，所以他这个走的时候呢，就是翻过左掌，松开右拳，两臂环起，前往后里里朝外，重心坐在了右腿上。当这个两右手啊到这个肘尖儿的时候，这成个三角形的时候，就该转身了。转过身到了正面以后，这两掌的掌心侧三米了，哎，这么给一坐，哎，坐起打来了，哎，正面的朝前你们推出去，哎，这叫无风丝啊，或者风雨不要都接触我自己身掌身啊，然后两臂给推出去，就是完了。这个狮子手啊，它是形容呢右后这有人，但是辨别不清，对方是脚还是手闹不太清楚。闹不太清楚呢，就在转身的时候，既有弓身又有防到这儿走的啊，意思就这儿走。所以这个走的时候，哎，这个方向啊，腰带左脚向前。向里扣来，要指向正前方，但臂眼要走到这个斜角来，这么走，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既有弓身又有防，哎，所以到这儿呢，脚扣过来以后啊，这狮子手呢逐渐的向左移动，重心左移，做好左腿收右脚的时候，仍然踩成马步，两臂捧起来，哎，做出双蓬头，啊。也就叫狮子手。到这儿，如果在做第二段的时候呢，下面做接着是抱回山。如果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的时候，就站起身来，分开两臂与肩同宽，翻过两臂手心朝下。这个时候呢，两臂由上而下，哎，到了胯前头就算完了。啊，这是第一段，就完了。啊，现在呢，由杨军拿着几个柿子呢，串联起来，再给您做一遍，您再看一看。